脏话咧，反正这边呢，这边还要下去就结束了。对啊，回来吧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先看，我先看一下哦。哦好，那没有，那边下面还有路哎。哦，又是解谜，可以啊，很简单啊，解过一次就会解。大爹，连杀状态下加25%伤害。旅行。哎，鲁洛哎，哎，按鲁洛回血50的样子。这有个布料什么的。杀不了。我捡了，感觉是解锁 skin 的吧？还是啥？就是有 skin。有啊。看为什么？所以上面有装备吗？然后蓝料。上面有蓝料，上去就知道了。哎呦，差点就给他插上去了。龟红啊，应该是那个啊，就是我们设定外观的那个吧。屁啦，怎么可能记得住啊？哎、哦，你有记吗？第二个，我记得是上下吗？嗯。看我开大招，我看一下记录档。快，你去看。可以，可以。哦。不是，我刚好记起第一个跟第二个，可是刚才在回想，他就按完了。可是第三个之后真的好难记哦。哇，你好强哦！我干干，哈哈哈哈哈！都贱呐！超阴险！干啥呀？我、啊、靠！啊，存了存了，啊完了，存了存了存了。给实况组开台玩的啊！要引到踩陷阱，来啊来啊来啊来！我不知道有什么陷阱啊，边吧，这个吧，这个压力板吧，压力板吗？啊，上面那个不合作，不是啊，它这个只是出怪的地方吧？多、啊，哎，要许要许要许，还会怎样吗？哦，你不耶。啊啊啊！啊啊啊啊啊！
不要救我吧，不该救我吧。OK 的啦，教主你应该还有水吧？我没有水啦。不是痛，痛是痛在那个剑士啊。在帮我挡吗？对。不用啦，不用啦，你还是帮我挡一下好了。干！哟！靠！哦，我被转死。逃生一千滴，一千七，一千六。就是你有希望，你要救他吗？我近战不太适合打他、啊。对啊，被直接被转死。不要不要！我怎么变乌龟了？等一下，快死了快死了！不要让我们过，让我们过。64-13，啊！耶！我靠！金玉满堂。其实我发现啊，欸、他打我不怎么痛哎。干！我刚刚有看到他整你不会痛，你还跑掉。等一下、哦，我模块可以再放一次补。证明没有生母，你可以过得很好。欸、这把是蓝色武器耶。你的那把是什么？叫珍宝巨箱吗？没有，我的叫巫师之护。我的是普通攻击，有 25% 几率降低敌人 75% 魔法攻击。哦，我的是我的装备栏有一件物品，可以加2的生命值跟2的法力上限。哇，太爽了吧！可是我们之中有法师吗？魔法攻击，就我们丢的东西 吧。我的技能啊，我的技能就应该就是。哦、第三关了。哇，钱呢？一开始就有钱呢。啊，这是鬼魂吗？谁的吗？不是，怪物。怪物。哇，不能发呆是不是？哦，红阿包。应该是，哎、欸，打不痛哎、欸，怎么会打不痛哎、欸？阿贝，阿贝，阿贝要死！阿贝，真的，他们会吸那个魔法魔力，所以不能靠技能。对，不是啊，我的剑士哦，好啦，没关系，就慢慢吃。我刚刚原本想说，我快要可以放那个无血了。结果被摸几下我，我就哇！刚刚说那只王以前超好打，现在改掉了，不能踩线。总之，先买个钥匙。说第三招技能是按 Q 是不是？嗯，对。妈呀！干嘛的？哇，我护甲有37点。护甲37，你看什么？就 Ctrl 那个。哦，37。对。13呢？护甲12.8。我这身铠甲就最有用途。等我下好电话。不要便当。哎、欸，注意。铁匠，嘿，铁匠，所以我没钱。
贵哦。刚好花光，我觉得我们差不多要开始赚钱了，250了，1000，我需要6500，对啊，感觉就是后期都升满之后，就是用钱在花钱了。Hello， 加。大金主好，刚刚那个是教主的技能吗？压刀吧，等一下，第三招吗？那是可以干嘛？固定怪物2秒。哦，定怪被缠绕的敌人降低10%护甲，哇！吧，走了，走，走，买钥匙吗？钥匙给他们。OK 的啊，我有买，我有买。对啊，他们买就好。干！就这个地岛漂亮啊，因为这只是第一层。阿曼尼，没有，我只是在看花。是时候来尝试一下我的装备哦。被这箭射到多痛了！哦，我可以直接割到。慢慢走，哎，奉献你。刚刚上面那边有装备哦，右下又有装备。好，接下来是来运转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哇！就加那个幸运，我破防攻击了，可以云怪了，干嘛捏？家还有钱哦。啊，我还有最近做梦还梦到我在流鼻血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血压太高，好吧，对吧？就直接从第三关开始哦，我觉得第二关还没想到哎、欸。啊，好我等一下过去就是第二关。哇哇哇！钱矿矿矿矿矿，好多矿。我等一下过去应该就是第二关吧？第三了吧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走吧。究竟，希望是第二关、啊。第二关打的时候再换第三关这样子。嗯。第三关有传送门。哇！我想看教主打24啊，那么多。好奇啊！后在第一层都要硬币集那个物资。哎，干、欸、不帮我补一下、啊？算了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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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什么？应该是那个 Control 那边的集集那个集集哦。像我是六级升，嗯，我现在已经7了。也、欸、是哎、欸，太好了，有没有？
门在上面。好。哇！哐哐哐哐哐，大发发大财！九个了，我十二个。干！为什么你可以拿到那个道具？为什么？凭什么？什么？你告诉我吗？加50%矿物。50%？对。就是我们获得两个的话，那可能可以拿到三个。对啊。我不爽是这一点啊，为什么他可以拿到？记仇。我要推出去东西，这个就是那个刚刚那个按要按什么顺序才啊，应该就是右下啦，这个了嘛啊啊！好，你按你按，好干那么衰啊，上吧。然后故意去踩错，没有按钮。啊，找到了，这边。好。开到的吗？没有了，好，先。谁的矿物多让他开房什么意思？哦，你是说就是他开，对啊，就是他那边去升级。好像其实也是啊，比如说这一场他十二个啊，就是我跳出去帮他开这样子啊。但是他那边也要他有开我们这些道具啊。对啊，所以说开房的意思是什么？应该是说工会升级多的吧？对啊。啊，打吧。三个是工会。应该一样吧，血量变多这样子吧。有诶、欸，好像没有，一开始就有攻守了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说这个血量好像变有点高诶、欸。有啊，很多很多、啊。他有拿盾的。啊，清怪好了，我喝吧。看，为什么攻守的技能可以一直穿墙？看起来。所以这是怎么打普攻？普攻？是吗？
鬼魂哦，鬼魂怎么打、啊？哦，他靠近会吸引魔力，这个意思吗？还是我理解错了？被他打到会被吸魔力？哦。什么？是马叫声吗？这一个巫师的叫声。哎呦，哎呦，大小，要爆了，要爆了！干，中间的方块会启动技能。我没水，我没水。要爆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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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了，清怪啊，气死了！啊靠！我被围死！哎、欸，不行不行不行！有一只怪很奇怪，有只怪的血量有点多。他们直接从中间打，再叫住一个。我觉得我们继续慢慢推第二张就好。现在才快，感觉现在才快爆哎、欸！要爆了，要爆了，要爆了，出来喽！是啊，我被围到，好像是我被打到，还是……哎、欸，下雪了、欸，下雪！我的天！至少有把那个矿石接回来，九颗啊！开玩笑，挖了200块，好了，没钥匙，我也有买。那早上下雨跟晚上下雨有差吗？这有毒。嗯，对。哎呦！啊，好，不用上来了。大师班。想不到的礼物是这样，应该就像之前那个红色的门哦，有然后中间下面那里有宝物哦，这里哦，你说不用来的意思是给你苹果是不是？
不是，那个是那个刚就是那个钻石。他给了我一些钱，我现在有2000块。哎、欸，哦，没事，我还想要奇怪传送门怎么进。外面好热，我室内好热哎、欸。咦，你好，被吓到了。嗯，我刚才被围住。被笑了。大家快笑他。哈哈哈哈哈。你没救他、哦。幸运符怎么了？好东西，低获取量啊！都想要吃加矿物的、啊。去，安。我也有增加矿石拾取率的道具了，又有了、哦。不过这次是装备栏每间道具又增加2，蛮好的。不知道。有花，有花，有花。就下来啊，然后再上来啊，清一清啊，我不知道怎么打。好掉了。这里有眼睛。阿飞，这里有眼睛，我来了。那就不要去打那个关卡，就慢慢打过去。我找到按钮。哦，好。饮料。刚饮料在哪？最下面吗？
楼上。没有，好，等一下拿。哎、欸，哇，白须哦！哎、欸，打完这，打完这里，打完这里，打完这里。端牛，那边上面是闪电了。哇，他要给我钱耶！前面有装备哦，然后右上有那个要踩的那个啊，嗯，应该是要踩的闪电啊。他给什么吗？重点是不知道这个闪电是什么。我只能查那个啊啊，为什么安，然后最下面有那个爆什么？哇，装备装备啊，蓝色的。哦，蓝色的，加三十魔法抗性。99%出苹果，这样子哦。好吧，王者华服，我的是损失血量的百分比提升0.5%的攻击速度。啊、教主他说你拿到打王神器，假的，他是25%几率降低75%的防御力、哦，没有，是你的攻击25%吧？对啊，提高25%，普攻攻击有25%几率降低敌人75%防御力啊！哦，哇，很棒啊！可是打王神器，降防用。哎、欸，这个一定要找找，这个没找到门不好啊！看我怎么中毒了，操！不是、啊、你在你在那边说什么中毒？在出剑口哦，哦是哦，我没看到。啊，这又一颗。
好暗哦，这个网卡。放电。打掉。抱歉，操你的！我原本是想说，我血快没了，要开补血技能。不能死啊！有好多矿啊，至少也找完再死嘛。我得回去，玩出技能了。嘎，你是不是不想让我们拿？为什么我是暴击又还是重击到啊？打怪一下死。爽哦，打王神器害的吗？有可能，这样防。